有请主持人赵春。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阳春科技创始人张春蔚张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严品红严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来了解一下今天第一对的基本情况，请看。结婚前他对我百般照顾，结婚后什么都变了。我觉得他真的想太多了，总是翻来覆去的因为一些小事和我吵。我现在工作很忙，压力也很大，我希望他能多理解我。我很珍惜我们这段感情，但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他一再回避不肯解释，我不知道到底该不该离婚。这是个难题，离婚还是不离？来，掌声请出这对夫妻。姚先生25岁，来自河北，私营业主。吴女士26岁，来自河北咨询室。有请吴女士，有请。欢迎两位哈。您在犹豫要不要离婚是吧？是。小片我们也看到的，就是觉得先生婚前婚后变化太大了是吗？变化不是一般了，那确实很大。哦，哪有那么多变化啊。你想离婚吗？我好像没想好。看来对这个婚姻也有诸多的不满是吧？差不多吧。差不多。行，我们听听妻子怎么说吧，她变化在哪儿了？在你看来。结婚之前吧，他就是对我挺好的。我们单位离我家开车来回需要3个多小时。嗯。每次上下班，甭管是刮风啊还是下雨也好，都会开车去接送我去。然后还有，因为他也有我淘宝账号，他就经常就说看我喜欢什么东西，刚好是520过节日嘛，他直接就送了我一款花瓶。后来我问他，他说你不是你喜欢吗？后来结婚之后吧，我就感觉他把我追到手了，就特别特别不珍惜。嗯，一周大概是有3回到4回，凌晨才回来。我这个人睡眠质量不是特别好，我跟他说你都回来那么晚了，你就拿一把钥匙吧，别每次都让我去给你看门。他倒好，每次一喝酒回来杠杠杠的敲门，声音特别大。后来有一回我就想治他的毛病嘛，就故意不给他开门。他倒好，就拿那个头直接把我们家防盗门的门把手给撞掉了。后来我问他，他说啊，谁让你不给我开门的。我哪有那么厉害啊，我用头撞的铁，我头比铁还厉害呢。撞没撞门嘛？当时反正也记不太清怎么回事，可能就是开门之后关门的时候力气大了点，可能就那门撞墙上了，估计是。我不想着别的，就是想每天晚上回来了也没人给说个话，回来也看不见个人，我不就想让你给我开个门吗？一次两次也就算了，你每次你都不拿钥匙，你知道我睡眠不是很好，为什么每次还要让我去给你开门啊？你先生能说的核心是说下班回来之后我希望有个人陪我聊天。但是如果说一次两次也就算了，我陪陪你，那我不能每次都等到你凌晨3、4点吧，就为了陪你说会话。哪有每次凌晨3、4点啊，顶多也就12点多点。先生是希望妻子有陪伴，妻子说因为你回来的太晚，我还有工作陪伴不了是吧。这是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呢，结婚之前他对我闺蜜特别友好，结婚之后就经常当着我闺蜜面就是骂人家，骂特别难听，让我别跟他一起玩，或者让我闺蜜直接就别来骚扰我了。因为他那个闺蜜经常没事啊好去酒吧玩，我不想女孩没事老去那种地方玩什么呀，不学好。那年轻人去酒吧也正常啊，那怎么酒吧是为老年人开放的呀？那也不能经常去。是经常去吗？也不是经常去，无非就是周末的时候或者周五晚上，就因为不上班了嘛。为什么结婚之前可以去，结婚之后就不能去了呢？结婚之前我也说了点，但是不敢特别实质说。哦，那会儿还在追求，这是对闺蜜有变化对吧？对，就因为我闺蜜这个事儿，后来有一次就是她接我下班回家路上嘛，我们俩就因为我闺蜜吵起来，吵得挺严重，我们就直接在那个红绿灯底下直接就撞车了，特别巧合。她给我的解释是那个刹车踩在那个脚垫里面出不来了，她一点事儿没有，然后我是当时左胳膊肘跟我这个右脚脚背这儿直接就骨折了。后来打120嘛，我直接就被那个担架给抬走了，我躺在那我就一直在哭嘛，特别心凉，我就想她一点事儿没有，到我这儿我就直接
结成这样就不能动了。他就一直跟我说啊，刹车卡在那个脚垫里面出不来了。那为什么平时不卡，非得就在吵架的时候就卡在那儿啊？确实是当时垫两层脚垫，因为洗车缘故放多了两层脚垫卡那儿了。但是当时就是在红绿灯底下，离前面车就不到十米，哪有时间思考，哪有时间反应啊？你这小心思太多了。网上都报道过说，如果说你爱我情况下，你会在下意识保护我，结果你都没有保护我。不是，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他爱你的话，他会打方向盘是吧？对，他会向他方向打方向盘，而不是说我出事儿。哦，当时我根本就没有时间思考，只能往车少的地方，就临时有那么一个想法，就往那儿打。他都有时间去思考哪边车多车少，就没有时间来保护我。看到了那边车多。我理解了，女生是看了很多分析说，如果一个人爱你的话，当出车祸的时候，他一定是把自己摔到了车的那一边，把你腾出来，是吧？是。这你想多了，这本能的问题真不好说。这个我觉得对此存疑，到底代不代表爱，我存疑。女生现在是两层，第一层是为什么那么巧就撞了，所以你怀疑是她故意的，对吧？我就怀疑他故意的，他给我的理由也特别牵强。那刹车垫为什么就非得在吵架的时候卡进去？平时开车为什么不卡呀？我的天哪，这女生对这个男生已经这么深的芥蒂哈、啊，还有别的吗？还有就是我们结婚度蜜月的时候嘛，就我们度蜜月跟拍婚纱照是一起进行的。我们当时去那个三亚嘛，去三亚之前我还特地做攻略了。我跟大家说，咱俩订个那个餐厅吧哈，那餐厅就是位置比较少，挺难订的，因为里面有晚会，后乐队唱歌挺好的。他说行，那咱订吧。后来当时我特地把那餐厅给定下来了，定下来完之后，我还再特地就给人家那个老板说啊，这是我跟我男朋友就过来度蜜月来的哈，想精心布置一下。当时我还给人家交个定金。后来我们俩下飞机的时候，我跟他说咱俩去吧，他直接给我来一句，我累了，我困了，咱不去了吧。当时我的火特别大，咱提前说不好吗？为什么非得现在你给我摆脸色？为什么不想去啊？主要确实那段时间也很忙，有很多事儿，然后急着忙忙，就跟赶场一样往那儿去了。确实下飞机的时候确实有点困，睁不开眼。我说要不就睡一会儿再去吃饭。那谁家饭店还为你一个人24小时营业呀？那个饭店到10点就已经闭餐了，餐厅布置那钱都白交了，你知道吗？啊，女生是想浪漫，没想到没浪漫成啊。这是婚前是吧？拍婚纱照的大点事、啊、对，后来还有到第二天的时候，我们就要拍婚纱照了嘛。来三亚嘛，肯定就想拍外景嘛。化好妆之后，我的摄影师跟我说：“你去叫上你老公吧，他好像在那睡觉了。”我挺诧异，我说：“他过来睡什么觉的？中午他昨天睡了一晚上了，不过我们还要在这睡。”我去看他，他倒好，他打着呼噜的呼呼在那睡觉了。我推他，我说：“那个你快点吧。”他过来就是什么呀？啊，这么热天，我是过来享受来的，不是过来受罪来的，还非要在那一直睡上睡，就光为等他，就我跟摄影师后。好像是什么等他等了3个多小时，拍没拍？做拍了，拍的全都夜景了，有啥意思呢？啊，那时候领结婚证了吗？当时还没有领。哦，为什么别人都能拍，为什么到你这儿你就拍不了了？40多度了，就在那儿，别说站一个小时在那儿拍照，你在那儿站10分钟的身上都爆皮了。我看你也有点晕，我说正好趁最热这会儿稍休息一会儿啊，这都不行了。行吧，这事儿不重要了，过吧。双方家长的关系怎么样？说到家长，我更生气。结婚之前来我们家就是特别的好，追我嘛，要送水果，就来我们家倒扫卫生，帮了我父母摘个菜呀、洗个菜呀、刷个碗一类的。对呀、啊，一直都这样啊。那结婚之后，后来来我家现在吃饭，跟大爷一样，往那儿一坐，翘个二郎腿儿。然后我父母在那儿做饭来，他就在那儿什么也不管也不问，玩手机在打游戏。叫你过来吃饭，你也不来；就拿个碗盛个饭，他也不去。后来有一次在我们家吃饭，他可能没有吃饱，我妈妈就问他，你是不是没有吃饱，再给你盛碗吧。他好像就特别理所应当，给就把碗直接给我妈了，他自己没有长手跟脚吗？为什么 我妈就能给你客套一下？我吃面前不就想让你给盛碗饭吗？啊，每天就是没个好脸，每天就那啥，给你个台阶，就想说让你给盛个饭，在一块看着好像挺和睦就完事了。当时是我是坐在你的里面，他还想让我去给他盛饭，每次他都这样。你们这个婚后的日子过得还真是挺狼狈的，多大的事儿啊，都可以化解，为什么要扩大它呢？行，吃饭也成了问题了。跟你父母之间有矛盾吗？有矛盾，因为结婚之前我父母对他印象还挺好的，结婚之后就因为各种小事就对他就是印象也没有就是那么好了。什么事儿啊？我父亲因为肾结石住院了。他的好人也不露，电话也不打，我就特别生气。哎，这那会儿不出差吗？正好赶上我出差那段时间，出去2个多礼拜。
那你出差你应该打个电话，你电话也不打。咋不给你打电话了？我当时给你打电话，你不是说马上进手术室了，然后呢医生说基本没什么事儿，肾结石我爸之前也得过，就用那个碎石机碎一下就好了，哪有那么大的事儿，就院不用住。那老人每个人跟身体情况都不一样的，毕竟上了岁数了。这后来你没给打个电话问候一下？我给他打电话了，我不能总不是给老丈人打电话了吗？他在医院时我不能给病人打电话，不知道什么时候输液什么时候休息是吧？我给他打电话了，我也问了，我也没说不打电话。他打电话一共打了3分多钟，你不给我爸打，你给我打干嘛？我又不是病号。我给病号打，病号在输液干啥了？我哪知道啊？那输液也不应该是两个手输液呀？那也不能给病号打呀，哪有那么干的呀？嗨。这就是借口嘛，我想做的事儿怎么都可以做嘛，这个就别强调了，小伙子，这基本做的礼貌性都差一点。是你长辈吗？给他打电话。是你长辈吗？是。那你别管大病小病，至少应该问候一下病人吧。你不出差2个多礼拜吗？嗯。期间有没有打过电话呀？我就给他打过电话，就打过一个，正好做手术就打过一个电话啊，做好了没事了就。当时那会儿正好要我家亲戚也来看望我爸爸了，我们家亲戚还问我是不是跟他离婚了，因为就是有段时间没有见过他了嘛，因为也有我微信嘛，看我经常也不怎么发微信，也不像搞对象之前老恩恩爱爱了哈，就问我嘛，我当时心里特别委屈，然后我就说什么，我说没有，他刚刚走没有多长时间，他工作挺忙的，我只能骗我自己，其实根本就没有来，我还对我父母就是一直目无人长。人家不是出差了吗？他出差回来也没有来过，后来我打电话问他，也不知道他在干嘛，他说我在忙，我也不知道他永远他在忙什么。你光说我了，就之前他在我父母家了，然后他在楼上坐那个沙发感觉不是很舒服，那正好我爸也说想换换来，我就从网上我直接就说定下来，差不多也就10000来块钱，不贵，当时他又拦着不让我弄，为啥呀？弄给谁弄难看了呀？我父亲他住院，我母亲身体也不好，当时我说给家里面拿个钱嘛，他倒好，说什么医院有医保啊，不能拿钱。既然去医院了，你为什么不走医保啊？那你父亲就想买个沙发，你不知道孰轻孰重吗？买个沙发都该掏钱，那我父亲住院，我买个慰问品什么的你也不让，你这钱就不该掏吗？那不是看着你说坐了不舒服吗，然后正好换了，我直接从网上就定了换了吧。你差那10000块钱吗？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这钱我也能掏。是不是顺便就因为这钱我要掏了，你是不是就回来住了？现在就因为这个问题，买这个他家沙发这个问题，他就现在是在单位住着，就是也不跟我见面了，就是我们俩就属于分居了。就我叫他回来，我们俩谈谈这事吧哈，他也不回来。你们俩谈恋爱谈了多久啊？恋爱谈了1年半。结婚到现在多久啊？2年多。当时结婚的时候有打算要孩子吗？没有。幸好没打算。后悔嫁给他吗？有时候也后悔，婚后我也犹豫过，但是犹豫归犹豫，我有时候就心里也挺纠结的嘛，就因为毕竟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我的朋友就是也劝我哈，都是劝和不劝离嘛。我问问男生吧，后悔娶她吗？这个倒没想过，我就是这段时间在单位住，就是想冷静冷静，每回就一回家不是大吵就是小吵的，我都不希望就因为这些事儿老是吵。他现在给你提出离婚你同意吗？不同意，我觉得没有必要。啊，没有那么大的。不是你觉得吗？你得给他一个答复嘛，说我不同意离婚，理由是什么？还喜欢呢。你觉得你自己的岳父生病了，作为女婿的该不该在第一时间，有可能的第一时间去看望一下？是的。你为什么不去？因为出差比较远。我说的在有可能的第一时间，就是你出差回来之后的第一时间，是不是应该去看，而你没去？就是做手术碎完就没事。为什么没去？确实那会儿行，回来之后也要上班。 你可以这么忙，我们可以理解。第二个，岳父做手术，妻子提出了要给岳父一些所谓的钱，对吧？给钱不仅仅是医疗费的问题，可能也是表达儿女的一个心愿，而且你当时也不在身边，为什么你会反对？我只不过觉得有医保可以用医保，为什么要直接花钱呢？他生病了，你不该去看一下他吗？你没有时间去看，你不应该让你妻子赶紧去看看，到医院里带我买点东西去，你没有这个闲儿是吧？打电话的时候我也问他，给他说了。他没有跟我父亲说，光给我打电话，给我打电话有什么用啊？好，第三个问题，这次是因为父亲家要买沙发，然后你想马上就买，你妻子不同意，一气之下你跟他分居了，对吗？我就是想冷静冷静，没有什么分居。多久了？1个多礼拜。气什么呢？我们把这件事换过来啊，你父亲生病住院，
你跟你妻子说给爹拿点钱，你妻子说这小病医保吧，拿什么钱？心里舒服吗？舒服，很正常，小病碎个石头有什么呀？然后他回到他们家了，他爸跟他说，闺女这沙发不舒服啊，他立刻就拿10000块钱给他爸买沙发。你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比，你心里舒服吗？能舒服吗？这就是我想让你了解他内心的感受，就想告诉你说，你们结婚之后的这2年多的时间里，大概在婚姻认知问题上出现了偏差了，这个婚姻挺危机的。如果你还真在乎，你就听一听，如果不在乎也就算了，好吗？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问一下小弟弟啊，你怎么会接受姐弟恋呢？当时反正在一起感觉挺好的，然后就在一块。你的态度和你在婚姻以后表现出来的这个状态是一致的吗？差不太多。但是在婚姻之前你可能伪装了一下。没有伪装。妻子会觉得结婚前后有很大的变化吗？变化特别大，结婚之后就感觉完完全就不是一个人，有时候就特别想跟他离了，一跟他说他就特别着急啊，离什么离，在一块考古不行吗？后来我说那你得有态度吧，他态度也没有。但是我觉得在你们的描述当中，这个小弟弟他在抗拒你所有的社会关系，抗拒你的闺蜜，抗拒你的父亲。我不知道在婚姻之前你的这些关系是不是都对他和你的这份感情表示过不满意。没有，结婚之前还挺好的。小弟弟会觉得呢？没有特别反感他别的，就是他那个闺蜜嘛，然后别的没有啥。但是我觉得你有点在要存在感，你在他的闺蜜面前要你的存在感，你在他的父母面前在要你的存在感。其实姐弟恋当中特别容易碰到的就是，我小我就混不吝了，我就愿意把我这份哎不尊重所有人的态度给大家看，我让你们都不舒服。越是你的亲密关系，我越把我的不舒服摆给大家看，你的脸色摆在面前就是让所有的人不舒服，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感。而你的妻子的反感就在于，每当她想和你商量一种关系的处理的时候，你跟她是南辕北辙。而这种南辕北辙到最后就会变成你们的所有的鸡毛蒜皮，所有的细节都是通通的不满意不美好，到最后这段婚姻可能没有人坚持。但是你会觉得我舒服了，我表达了我的立场和态度啊。你没有看到你的妻子在不断的远离你们的这份亲密。好，谢谢陈伟老师。我先说女生啊，女生似乎今天诉求比较强烈一些啊，她好像无所谓的嘛，就这样嘛。你说这个男生他怎么婚前婚后变了那么多？他婚前为了追求我怎么都行，还讨好我的闺蜜，婚后就不让我和闺蜜相处了，他变了这么多。你呢？你因为他变你做了什么？你仔细的想过吗？我听来刚才的几件大事件的梳理，一，固然他夜夜喝酒那么晚是不对的，但你关注的不是说哎，为什么你一个已婚男人要应酬到那么晚老是喝醉酒，你关注的也不是说你拿头撞那个门撞那个锁，你受伤了我帮你擦点药，你关注的是说你不要吵我，这得对这个人多么的不再有期待才会是这种反应，至少我们应该生气吧，你这个天天不回家。你关注是你只要不吵我睡觉就行。你说出车祸是你们也争吵了，当时出了车祸，你刚才跟我们讲的是说哎，为什么我受伤了他一点事儿都没有，难道不应该说我受伤了我看看我老公是不是也受伤了，你有没有事儿啊，这才是爱呀。即便我们前一秒吵得天崩地裂，后一秒遇到车祸遇到灾难的时候依然是彼此要关心对方的安危，这才是情感。所以当你发现他变的时候，你呢？你做了什么？你是努力付出了还是用爱去滋养你们的关系了？我都没有看到，我看到的其实也是你内心更多的冷漠。我的感觉是你也不够爱他。男生，其实你的问题很简单啊，你娶她的时候才23岁哦，你还是一个小男生啊，你为什么不能勇敢地说这可能不是我想要的关系？其实你的桩桩件件对她的不在乎，对她的冷漠，
多么的明显啊，你宁可搬到办公室去睡，也不愿意面对他去解决矛盾。他的父亲生病你连看都不看一下，这简直就是再明显不过的不在乎了。你的不在乎源于我无能为力，我也改变不了他成为我喜欢的女生的样子，我自己也没有能力往前走一步让自己更强大，那我破罐破摔呗，你不爱我拉倒，我也不在乎，你不在乎我头撞破了那拉倒，我也不回家住。可是你才25岁啊，干嘛要破罐破摔呢？这段婚姻关系如果不适合你们，为什么不止损打破重建才能有新生？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你去梳理清楚，不爱就是不爱，说出来。如果你还决定说一段婚姻不容易，那你要努力去爱他，你要努力作为，你要努力告别你现在不在乎麻木不仁的状态，对自己对对方都负责，好吗？就这样吧，谢谢。谢谢严老师啊。没想明白就结婚嘛，结婚前女生抱的希望就是这男生结婚之后对我得更好，而你爱上他的原因也是因为他对你好嘛，追了你那么长时间，做了那么多让你感动的事儿，就想着哎呦，对我这么好的一个男生，我嫁给他我一定能过特别幸福特别幸福，你把婚姻当成了另一种幸福的开始，而他就想的是哎呀，终于不用再这么累了，他把婚姻当成结束那种讨好你每天宠着你惯着你这样日子的一个结束。所以两个人对婚姻的期待都不同啊。而且我觉得男生一上来让我觉得很可怕的一点是他有一种特别不屑和无所谓的表情，你们把结婚这件事想得太草率了。我觉得结婚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的标准，就是我们两个人是有共同话题的，而不是每天除了我爱你我想你就毫无其他的话可说。现在很多的情侣都是这样，每天两个人在一起大眼瞪小眼，各玩各的手机，说的最多的就是哎呀我爱你我想你，可是坐在一起毫无交流，然后就进入婚姻，进入婚姻之后婚姻更是一潭死水，在面对生活当中种种的琐碎，这日子根本没办法过下去。所以你们两个人就想一个问题，现在把你们手机都没收，就让你们两个人静静地坐在沙发上，你们两个人聊什么？就是有时候也跟他聊，如果除了争吵已经想不起来任何可以值得你们去回忆或者共同探讨的话题，那我觉得及时止损是可以考虑的。谢谢。人没选对就什么都不对，所以呢我来讲讲关于选择是什么，结婚怎么选和离婚怎么选。现在很多年轻人啊总觉得我谈恋爱了然后我要结婚了是顺理成章的，其实不是的。从你谈恋爱到结婚中间有3次选择的机会，第一，这个人吸不吸引我决定了我要不要选他谈恋爱，第二次叫亲密关系，我跟这个人能不能过日子，这时候选择我要不要和他在一块过，第三次叫我能不能跟他长久的过下去，这时候才选我要不要结婚。结果你是怎么样呢？我既然谈了恋爱，中间反正我被恋爱冲昏头脑，我一步一步我都不选了，直接结婚。婚前怎么选？很简单，选男人啊，不是选他对你有多好多好都能装，最重要的是选素养，一个男人素养好不好，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一点决定未来对你的家庭怎么样。一样的，选女人选什么？选好看吗？选情绪，选一个女人情绪的管理能力，这个女人的情绪她能不能自己舒缓，和你之间能不能把两个人的情绪给管理好。如果不行，你们两个人一碰到一块就点火，选不到一块。那么已经结婚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看了，离婚也不是瞎离的，离婚也有3次选择。哪3次选择？首先你们遇到问题觉得哎呀你这个事儿做不对你那个事儿做不对，这个时候我们带来的叫什么？叫不满。这个时候选择什么？选择眼前这一件事情的不满，我要不要把它解决掉？你们两个人都没有把它解决掉，你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情绪的雪球越滚越大。第二次选择机会叫什么？叫不爱。
不爱是什么？当这个情绪的雪球滚那么大了，我们发现问题了，这个时候我要不要把这个雪球给拆掉？还是没有。这个时候就进入第三次选择了，就是过不下去了，要离婚了。这个时候怎么选啊？我们之间还有没有信任？你们的信任危机已经开始了，他刚才都在怀疑你开车故意伤害他。你不要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女人发发脾气的小事，这就说明你们的信任在崩塌了。这个时候就真的是到了该离婚的时候了，但是你们信任没有完全崩塌，所以你们现在唯一要考虑的根本不是爱不爱的问题，还是我要不要再信任对方一次。待会儿真情60秒的时候你们要聊聊这个事情。就这样，谢谢。婚姻生活实际是情感生活的开端，但是很多人一结婚之后这个情感就割断了。你们俩特别典型，你们结了婚之后没有人维护情感了，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指责。我特别希望你们能够坦诚地面对一个问题，你现在基本了解到了这个男人了，还能跟这么一个男人一点都不改的再过30年吗？这个女人也就这样了，还有愿望跟她过30年吗？你们静下来想想吧。一起进入真情60秒。其实我感觉咱们俩在一块儿还是甭管再怎么着内心还是珍惜对方的。我觉得你说了这些种种小问题，其实我们还是缺乏沟通，正好上这次节目也都冷静冷静，有这个机会能把心里话说出来，我觉得事情还是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如果你说的话能做到，我会考虑就咱俩继续还在一起。如果你以后生活还是这样，我真的感觉咱俩没必要在一起了。就好，现在你们的心情就是纠结嘛，又想离又不想离嘛，你自己到门背后想一个占比，60%是要离婚的，你就别出来了。为什么别出来了呢？就是给对方一个提醒，因为毕竟是一个节目，结婚离婚这个事儿太大了，下去还得再仔细的交流，在这儿只是有一个更清晰的表态。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你们。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爱奇艺、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这对夫妻会作何决定呢？请开门。什么感受？挺伤心。没事儿，这不是生活的定论啊，这只能说明他现在对这个婚姻有点失望，其实就给你一个信号嘛，你要怎么去做嘛。谢谢你，请回。这其实挺好的，我觉得它更像一次离婚预演，让你去想一想，说一旦我真的失去这个女人，我的生活会怎么样，沉淀一下，想想自己到底需要一个怎样的伴侣。好了，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吧，请看。以前我们两个在一起挺好的，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就变成了一个撒谎精。他处处管我，事事管着我，让我觉得不能呼吸。为了避免吵架，我才总是和他说谎。很多事情我都是为了他好，可他不但不领情，现在还要和我保持距离。他在生活里觉得自己什么都是对的，难道我就不能自己选择怎么样生活吗？有请这对嘉宾，有请。男嘉宾小程，22岁，来自甘肃，学生。女嘉宾小包，22岁，来自黑龙江，公司职员。欢迎两位啊。哎，跟一个高个女生谈恋爱什么感觉？有时候挺难受，有时候挺高兴，一感觉。什么时候难受，什么时候高兴呢？就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拍照啊啥的，你不用担心别人会挡到他的镜头，你总能拍到他的脸。啊，
不高兴的地方就是说他比我高，就比如说现在他就比我高，他比你高哈。对，我看那个小片有一个体会，就是男生是带着疑问来的，就是他为什么骗你？是啊，女生大概也有一个想法是吧？对，我没有觉得我在骗他，我觉得是他有问题。对对对，为什么双方会有这么大的这个差距呢？你看资料上面说。你是甘肃的是吧？对对对。现在你在哪儿读书啊？我现在在西安读书。你是黑龙江人，公司职员是在西安工作吗？对，然后我们两个都是在西安上大学。你是学姐咯？我不是，我俩同级的，他读研了，然后我选择工作了。哦，大学谈了几年啊？谈了两年。你怎么会觉得这姑娘骗你？我们俩一开始都挺好的，因为她性格也比较好啊，然后平常对人也比较温柔，她长得还蛮好看的。但是后来我就发现他在各个方面都能骗我，我觉得这个我就忍受不了。但是我真的没有觉得我在骗他。你意识不到，所以才可怕呀。他经常出去做一些兼职，然后每次跟我说赚钱可能赚个一两百块钱。哎，结果有一次我俩一块上课，书里面掉出来一小票，小票上写着消费了几千块钱的美容卡。可是我当时跟你解释了呀。你跟我咋解释的？你跟我说那是你闺蜜买的，那是你闺蜜买的吗？最后我承认了呀，那个小票是我的呀，是我消费的。在我反复追问你的情况下，你才告诉我那张票是你自己买的，不是你闺蜜的，对吗？不是，我自己兼职赚的钱，我自己分配，我自己买一张美容卡，怎么了呀？那怎么就成骗你了呀？你没有告诉我啊，这就是在骗人啊！你还好意思说？哎，我为什么不告诉你？我跟你说，主持人他这个人啊，他特别虚荣。我刚开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赚了多少钱我都老老实实的跟他说，我觉得这没啥嘛。他可好，他只要一直到我兼职，哎，赚了点钱就带我去商场，让我买那些牌子的他认为好看的衣服。有一次嘛，他就带我去商场买衣服，非要让我买一件短袖3000多块钱，我觉得都是学生没有必要呀。他就说我穿了几十块钱的衣服都是垃圾，丑死了。哎，当时你买那件衣服的时候我觉得挺好看的吧，店员也觉得挺好看的吧。其次你说去美容院那个，你用得着美容吗？就我觉得你要真想美容，你晚上早点睡不比这好？你 看手机，我跟他说了我要去美容，他就说让我早点睡，他根本从来不听我的话。嗯，你也没有听见我的话呀。就有一次啊，他跟我说他要去机场看明星去。对啊，我觉得正常人去机场接机咋了呀，看个明星。他说我没有素质。那机场是你们追星的地方吗？机场是大家运输的地方，你们一群人乌泱泱扎在那儿，那堵得明星水泄不通的。明星希望你们这样吗？人家可能更希望你们买演唱会的票去现场看人家演唱会，那才叫支持他。你堵在那儿那就是没素质啊。你看在他眼里接机就是没素质，我必须花了钱，哎，我买了票，我把这钱花出去我就是有素质了。你打车过去是不是也要钱？演唱会不比那高多少，你又不是没有钱。你看他就是这样，他总觉得我有钱就一定要花，他虚荣心特别强。我每次跟他出去约会嘛，他都必须要求我化妆，然后穿裙子穿高跟鞋，就让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不是挺好吗？不好，在学校嘛，那随便出去买个东西吃个饭，我嫌舒服嘛，我穿个 T 恤穿个短裤可能穿个拖鞋我就出去了，他就转身就走，他说他嫌我邋遢。不只是这样吧，第一次的时候我不会转身就走啊，你那是很多次了，咱俩出去玩你也穿着那样，那你以后到了社会上你也天天穿着那样，你觉得对别人尊重吗？行，男生对女生管的是不是还挺严？他管得特别严啊。我跟他在一起之后，我跟所有人聊天记录就是异性了，他都要从头看到尾，他看不顺眼的全让我删了。我有一次有一个活动联系人，他看了聊天记录就说这个人图谋不轨，必须让我删了。他这个活动负责人，我就觉得看头像就不是什么正经人。但是你看了我们两个聊天记录，你从头看到尾，除了工作上的事儿，我俩没有别的呀。是啊，你给我看的时候是已经咱俩那事儿已经吵了一两天了，你才给我看的是吗？那你为啥不当场给我看？当场给我看也没那么多事儿。不是，他的生活为什么要给你看呢？不是啊，那个人他去兼职是他自己的自由权利啊。我觉得谈恋爱的话，两个人生活是要互相分享的呀。我分享给你了，我有一个这个中间人，你告诉我你觉得这个人不是特别靠谱。OK， 我知道了。至于怎么做是我自己的权利啊。当然是你自己的权利。对啊，但是我会给你。那你凭什么删啊？我给他提建议，我说这个人不像好人。你那是提建议吗？你是必须要求我删，我不删你就一直跟我吵，没完没了。那你删了之后，你最后彻底把他删了吗？他专门申请了一个小号，专门跟这些人聊天。那你说我看到这个小号之后，我怎么想啊？那我申请小号，我没有办法了呀。那我要接那个工作，我跟人家签了呀，我说长期合作呀。那删我让你删人，他不是最终的目的啊，最终目的是不要让你和这些人联系。不是你有什么权利不让人跟这些人联系啊？
我是没有这个权利，但是我觉得我们俩可以商量，可以建议。你看他就是这样，上次在理发店也是看见我跟人家聊了几句啊，他就上来说你俩聊那么热乎干嘛呀，还跟那理发师说你少招惹我女朋友，整个理发店的人都在看我们。你和那小哥一直在聊天，怎么就一直聊了？能聊了几句啊？ 我坐在那儿，除了放的那背景音乐，就是你俩聊天的声音。不是，怎么了呢？我会怎么想？就我觉得我是她男朋友啊，她和另一个男生在那那样聊天。不是他们聊的什么呀？他聊的就是什么？你咋这么久没来了？这不是很正常吗？对啊，就很正常呀。不怎么了呢？就是我觉得很不舒服。不是，我觉得你特别逗。我们去理发店，我们都有这个经历，对吧？对啊。我没法跟你聊，因为他那站着一个人给他剪头发，他只能跟他交流，怎么跟我交流呢？那是从头到尾的交流。别人的理发可能说你今天想剪个什么样的头发，然后就开始剪了。哦、我的天哪！你怎么这么久没来？好吧，我理解，我理解这个小哥了。他就是管我跟陌生人就算了，他还管我跟我闺蜜的交往。哦，我跟我闺蜜都十几年了呀。啊。他不让我跟人家继续玩了，这是为什么？就是有一次嘛，我带他去跟我闺蜜吃饭，他看见了我闺蜜抽烟，他就说抽烟都不是好人，不让我再跟我闺蜜玩了。我觉得抽烟不一定他是个坏人，但是我不是很喜欢抽烟的人，我不希望你变成那样。不是，你不喜欢抽烟的人，你为什么要限制我身边有没有抽烟的呀？不是，哎，你那个闺蜜，你偷偷背着我出去，和人家聊一下午天也不接电话。我跟我闺蜜下午出去玩，我跟你说了呀，你干嘛要一下午一直给我打电话呀？同样，我们都明白一个道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也明白吧？大家都听过吧？不是，谁是朱，谁是墨？不是，谁来界定谁是朱，谁来决定谁是墨？就我觉得这个不是分一个好坏的事，这个就是我不希望你变成那样。还有我舍友那次更过分，你知道他有多粘人吗？平时我在那个学校嘛，我去洗澡，他每一次要在我宿舍楼下等着我，洗完澡之后再把我送到宿舍楼下看着我上楼。我有一次呢就跟他说我今天跟我舍友一起去了，我不跟你一起去了，他就急了，就气冲冲地冲到我宿舍楼下，当着我和我舍友的面就说，你要那么喜欢跟你舍友在一起，你跟我谈恋爱干嘛呀？我觉得他不可理喻。是啊，明明咱们俩约好的事儿，你提前一步跟我说，我当时还以为我做错什么事儿了，我冲到你们宿舍楼底下，结果你开开心心的和人家下来了，那你觉得我心里怎么想？不是，你一个大男人就这么一丁点小事儿，我跟我舍友去洗个澡，你都不行了，就炸起来了。当时我就是很气愤，明明咱俩说好的事儿，然后你这样临时变更。他真的，你看他一直喋喋不休，喋喋不休的。兄弟，我觉得是不是在你的这个生活规范里，你觉得你都是对，他都是错的，是吗？当然不是说对的错的。你当然觉得你永远都是对的。我希望我们俩能走得更远，所以我觉得更加贴合，我们俩互相融合。那是谁贴合谁呢？当然我在贴合他。你哪有贴合我？你有承认过你错吗？你有觉得你自己错了吗？啊！你知道他特别有意思，有一次我跟他去吃海鲜嘛。我第二天眼睛就肿了，我就跟他说我好像海鲜过敏了，他就说那不是过敏，是麦粒肿。然后他就拿出手机在那给我百度，说你看你这就不是过敏，就是麦粒肿。然后呢非得逼我跟他说对不起，我就想有必要吗？为什么非得让我说对不起啊？我不说就不行。从吃饭开始一直磨叽到我回宿舍，我回到宿舍之后上了楼，我就喘了一口大气，我耳朵都快出茧子了，被他叨叨的。结果证明你是不是麦粒肿？我是麦粒肿，但是你有必要吗？首先你要尊重自己的身体，对吧？如果那是过敏的话，我陪你一起去医院，我们做一个过敏源的检查，以后这些过敏源检查至于吗？至于吗？那你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爱惜，你能爱惜到别人吗？我真的是服了。我跟他在一起，我有一次约会，我下来可能就晚了那么三四分钟，他可不得了了，一直在教育我说我没有素质，没有教养，说我这样的人出了社会什么都做不了。你磨叽得有多长时间？半个小时得有了吧。他还把那手机备忘录打开，上面清清楚楚地记录着我从跟他在一起到现在哪一次迟到，什么时候迟到，迟到了几分钟。这个备忘录我们也有，给我们分享了，你们看一下啊。就这个备忘录你自己看看，请你自己看看。这个备忘录我开始记的时候已经我俩在一块儿差不多有一段时间了，他之前就经常迟到，然后我为了让他记住，他每次迟到之后我都问他，你上次是不是保证过不再迟到，然后他都说没有呀，没有保证过呀。那我这样，我说我记下来，我记下来以后每一次如果你再反悔，我拉出来给你看，我就希望你下一次不要再迟到，你自己看看从三月份开始到四月份迟到了多少次。我们俩每出来一次你就必须要迟到，你就不能早来吗？我感觉我跟你谈恋爱就没有在谈恋爱，你一点都不像我男朋友。那我觉得人就像我老师班主任一样，什么时候都在教育我。
那次咱俩在补课班上课的时候也是，我就小声问了你一句话，我说几点了，咱们还有多长时间下课，你呢那么大声训斥我说你不学习还有别人要学习，能不能不要打扰别人。哎，我是你女朋友吗？你把我当你女朋友吗？大家报那个补课班都是去那儿学习的，你在说那句话之前你说好饿呀什么的，前面已经有人转过头来看我们俩了，我当时没有提醒你，我觉得你说完应该就完了，然后你还一直喋喋不休地在那说，你弄得我尴不尴尬呀。而且说起这个补课班，我俩上的是为了考研，结果你呢，第一轮考试下来啊，咱俩都过了吧，第二轮我录取通知书都到了，你的录取通知书呢？你还我面试没有去啊，我跟你说了呀。是啊，你是什么时候给我说的？你一开始给我说。哎，姑娘，你为什么面试不去？我一开始考研的时候，我俩准备考研嘛，我就根本不想考研，我觉得我不适合读研，我想工作。嗯。我就给他说了，他不同意。嗯。他那时候非得逼着我跟他一起考外地的研。嗯。我说我不太想考研嘛，那咱俩就都退一步，折中一下，咱俩都考本校，然后这才同意了。那我俩就考了嘛。然后当时第一轮考试我俩都通过了，但是就是今年二月份的时候，我恰好接到了一个我特别想要的一个工作，然后呢我就签了，我没敢跟他说，因为我跟他说他肯定不能让我签呀，嗯，那这是我的前途呀。然后他知道了可就不得了了，就一直在说。是啊，咱俩考研是咱俩共同的决定，咱俩一块说好了吧。对不起，我爽约了，怎么着吧。就我觉得不是说怎么着吧，你拿自己的前途，我为我们两个人在规划。从考研到现在每天都在这样吵架，因为这种小事吵几个小时我真的受不 了。哎，你们俩提过分手吗？提过。谁提的？我有提过，他也有提过。为什么没分呢？姑娘，他这个人对我有的时候又很细心，他是那种把我惹急了之后他又会跟我讲道理，这才叫可怕呢。你觉得你是爱这个姑娘还是想控制这姑娘？我觉得我在为我们未来做打算，我觉得我们俩可以一起走下去。往哪儿走啊？你知道对这姑娘来说很重要的职业是什么吗？工作是什么吗？我不知道啊。你不知道你凭什么要跟人走一辈子走下去啊？我觉得至少在研究。你问过她吗？她这次为什么不去做研的面试？为什么呀？她又说她一直想去工作吗？对啊，人就想工作怎么了？可以吗？那你可以之前提前告诉我。我之后我想明白了，我还不能后悔了。那这就是契约精神啊，我觉得。什么契约精神？就是跟谁的契约精神？我们俩已经说好了一起考本地的研了。所以他必须要考是吗？他有权利考不上吗？他有权利失去契约精神吗？他有没有这个权利？我问你，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对不对？是。那请你放过他。这有点欺负人，你知道吗？没有这么控制一个女孩的。如果你这么谈恋爱，兄弟会出问题的。来，你听听老师们怎么说，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从这个我自己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呢，如果他是我的亲人的话，我真的我就劝他赶紧离开，你配不上他的美好，因为你不体谅他，你为了你的那个内心的那个小火苗，你为了你的面子，你要求他的所有的那个指责的那些点都是你在意的，你们的身高不是差距，你们的这个学校内外也不是差距，最大的差距是你没有意识到你要求他的是你在要求，在这一份感情当中你是不断的制约他。他为什么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给别人看，是因为你需要，但是为什么有一些分寸你又觉得你受不了，是因为你发现更多的人看到了你不愿意接受，所以你不断的去纠正他，不断的去强调他，用更高的标准和更高的道德去说你没有做好。你做好了吗？为什么你去要求他？你不断的用那些暗示去强调你们之间的这种不对等，所以我说的是你配不上这份美好，所以我不建议你们此刻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去界定自己的亲密关系，因为没长大，真的没长大。谢谢张老师。来，严老师。啊，我觉得这还谈不上爱哦，我觉得男生其实是打着爱的旗号想要控制一个本来自己是控制不了的人。我不觉得你爱他，我只觉得你想控制他，占有他，来成就你所谓的，女生用了一个标签给你嘛，虚荣心。旁边站着一个高高漂亮的女生，哎，我有面子呀，他穿着很贵的 T 恤，哎，我有面子呀，但这个面子不是爱情，你就是想让他
成为听你话的一个小女生，这不是爱啊。我认为你应该去好好调整。而女生，我觉得可能女人都容易这样，就是对方只要给了我们一点点温暖，哎，我就舍不得放手。我知道他这儿不好那儿不对，他超越了我们相处的很多底线，你自己心里其实是知道的，你也很痛苦，但你就抓着那一点点温暖，一点点温柔不放。哎呀，他挺贴心的呀，他跟我很紧密啊，你其实很清醒的知道他的种种不妥不对，就请你放过自己哦，不要再眷恋那一点点温暖了。我希望你能够走出自己内心狭小的对他的眷恋，去迎接更加美丽的对你来说新的世界，好吗？嗯，希望你们都放下心中的执念啊，开始新的人生吧。谢谢。男生一直在谈一个问题，就是说女生没有素质，没有涵养，没有教养。那我真的想跟你掰扯一下，什么叫素质，什么叫涵养，什么叫教养。我觉得这三点他们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的一点，就是要尊重别人，不要道德绑架。你完全不尊重他，不能完全按照你的意志为转移来听你指挥吧。然后女生，你知道有很多女性她们走不出这种困境的最大原因是什么吗？就是当她们受伤之后，这个男性他会立刻再给一颗甜枣，就是打一棒子给一个甜枣，打一棒子给一个甜枣。他的好不是良药，他不能掩盖住你心中的伤口。所以我觉得当你确定了你不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就一定不要再为这个不要的东西而找理由或借口去开脱。我不贪恋那一颗甜枣，你也别给我那一棒子。所以未来怎么走完全看你，放过自己。好，谢谢。男生，我相信你是爱他的，但你输给了你内心的狭隘。姑娘也是，那么好看那么漂亮一个姑娘，你是那么的缺爱，你是那么的卑微。你们没有吵架，你们从来没有吵过架，这是反抗，这不是吵架。因为他一直在蛮不讲理的剥夺的你的是什么东西，是你天然的权利，你剥夺他自由权，你剥夺他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个时候姑娘说，为什么我不分手，因为我觉得他对我好，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你懂吗？你说我看到他有那一手胡萝卜所以他对我好，那你忘了他那一手大棒吗？我觉得你们现在反而应该异地一下。我不是说立刻分手或怎么样，因为我觉得这个姑娘分不了手，所以我给你们一个缓解性的建议，就是你们最好异地一下，让这个男生试一下，看看能否在这种狭隘的爱情中能不能脱离出来。姑娘你试一下，你能不能不要再把一段爱情当成救命稻草了。不管你们的人生之中，你们的原生家庭给你们造成什么样的伤害，或者你们的人生中的经历造成什么样的伤害，记住爱人不是来给你们当牺牲品的。就这样，谢谢。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在恋爱当中有一些基本原则和底线全面被突破。财务，这是底线，没有权利去管。手机，他允许你看，其实你都不该看，那是他的私人空间。择友，即使是夫妻，夫妻之间都有择友的权利。你所有的原则性的东西你全部违背，最后你说他是错的，我真听不下去。这不是一个健康的恋爱关系。你能放手吗？可以。真的可以吗？可以。怎么这么干脆啊，你让我都有点害怕了。为什么呀？因为我觉得老师们讲的都很对，听了建议之后，我觉得确实我也需要一段时间去调整我的状态啊。真的可以哈？啊，可以。既然有这表态挺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了，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今天咱们两个来到这个节目，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真的有问题。你不是永远都是对的，你也有错的时候，
我希望你能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今天听老师们说了这么多，我也知道了大概了，可能我没有发觉潜移默化中对你造成了伤害，很多地方我做的确实是不太对。我觉得我们俩都借着这个机会彼此冷静认真的去重新考虑一下这段关系，可能对我们彼此来说是最好的选择。好，那我也要好好考虑一下。谢谢老妹，请回吧。好，谢谢您。谢谢谢谢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的唯一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费用，小心被骗。来看看这一对作何选择，请开门。哎呀，希望现实生活里真的可以不再纠缠，不再纠结，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说，前几天呢，我父亲出了点事儿，就叫我老公来接我爸的生意。我老公来了，可是因为婆婆病的原因，坐了几天就走了。我家里人很生气，叫我不要再理他，跟他分开。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跟着他走家里人会生气，不跟着他走孩子就没有一个完整的家。一个如果只顾你的家族生意而不顾自己亲妈身体的丈夫，你敢要吗？这件事换作是你，一边是家族生意，一边是自己的亲妈，你要怎么选呢？再一次的谢谢我们四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也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